王牌特工队可以获得一次开线索的机会。这轮，间谍，在你们的眼皮底下，完成了本轮的暗线接头任务。啊，应该会降临。都完成了，你也待不了战场。他们可以隐藏一条身份线索。来，请上密室。 第一次可以获取线索的时候了，黑龙和白鸽的线索都在这里。各位站长，好，请进入你们的情报站。现在各位站长都已经戴上了眼罩和耳机，我们请两位间谍悄悄地出来。 两位间谍，你们可以密谋一下，从两条线索当中偷走一条。大红大火那个吗？你也容易暴露那里的品质，你笨。里面的线索已经被销毁。一会儿这个可以往贾玲身上验一验，知道吗？他聪明，他比我俩明的准。请间谍回到情报站。